好了，说好了晚上8点钟那个那辆车要回来，他现在去了江口，就是我们刚刚来的方向。哎，碰见什么人了？Hello 啊！我问你俩咋回事啊？找到停车位呀？找停车的地方。不是，找人家。尽可能。找着了，就在前面。约好了8点钟他回来。他那个门口。到时候给我打电话。晚上8点。晚上八点。他就是刚刚出去。他去办事儿去了。开车办事儿去了。对。又要卖，还开着车去办事儿去。哇呀，这边好几年没来。变化好大，就这几年修起来的，看看一个新崭崭的区，看后边是不是断头路，是断头路咱停到这边来，等一等我们就可以先出去逛逛街呀，吃吃东西啊，然后等到8点他回来给我们打电话，我们再看车。鉴于这边不好停车啊，我们就决定先去找注册地，停到那边，到时候车过来了之后，我们再一起开着我的车过来就行。4.8公里就有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找了个窝窝，这边有个停车的地方，还有好多小野花都开了。我去，这边的雨还是真不小啊，赶紧完了，遮阳棚打不开了。好，别开，我就这点不行。遮阳棚打不开喽，过了他承受不住。来，周卓帮我顶一下。我的胆，你的胆，你这样，你这样，你这样顶着，这样顶，对，往上顶吗？对，往上顶着。涛哥，你这可以的，好了，可以。后备箱整理的，绝了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你看，这个遮阳棚，这样的话，我们有一个休息的地方。买了2大块布，最终觉得这个位置其实一件雨衣就够了。我刚刚拿了那个8块钱的雨衣，我们留了一件，我就想着是干这事儿，拿2个夹子一夹，8块钱的雨衣就可以给我们这个房车挡雨了。哎呀，我们今天的晚饭到了。披萨，这个不是披萨吧？这个是啥呀？这边是披萨。披萨，披萨。对呀。我们就在这边等，等那个车主回来。look 一下，看着还不错，这还不错。哎呀，人不好，快点，小姨婆子，快呀，哥哥。有3盒。哎呀，有5个啊。来，这不是，你们好纠结，我来吃一个。这不是有那个蟹棒吗？嗯，蟹肉棒，嗯。我们今天吃披萨，我们的披萨到了。来，给你们这。我给你们这，别倒。干嘛快？好嘞，好嘞。你要吃一个吧？大宝，你这个得戴2个手套呀。我这还得拍嘛。一个手套，你明明那个可以放胸前的不放。那放胸前的。哎哎。我来试一下这个，这个估计是海鲜。要吃那个，大哥，至尊。那个就是海鲜，这就是海鲜。吃完至尊，一会儿看至尊。看至尊。好久没吃披萨。嗯，可以的。实在不知道。吃完了饭，哎，是不是那个打电话来了？是。喂。
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你下午来看我爱民事务，我刚刚开到江口来，让我先回来路上。啊。大概可能半个多小时，然后带你还要来看看。可以，可以。我过去看你。我可能半个小时左右，你直接过来嘛，是吧？好好，行。行行行。啊、我先上高速吧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好这里。哦，车回来了，太好了，车回来了，我们先溜个浪浪，趁着现在雨停了，赶紧先溜个浪浪，然后我们要把这收拾一下，走，浪浪，把车收拾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去看车了，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，真好，快拉屎，好，我们就开着咱们家大白。然后去那边看车去就可以了，正好够坐咱们五个人。对，好了，我们出发，大概需要11分钟，5公里，走着走着，今天回来就是睡觉困了，累了，关键是累了，不是这两天没睡好，我感觉有点泥。喜欢肉肉夫妻的话点关注，强烈推荐评论转发。过来这边正好有一个停车位啊，咱们就把车停到这边了。路边他还没到呢，老打电话催我，我还以为他到了呢，过来都没看到车，是这搞的。哎，你们为啥不开这个呢？把这个开开噻。我们都忘了那个了。对啊，开开你就不用插水了。好嘞，开车去喽。哎，到了，过来了。听听这个发动机的感觉，还是可以的。好高啊！这车离地，这个越野，越野吗？啊，它必须得这样。你是看车好的？哦，哎，是。你好，你好。他才从江口回来，你来的时候我才走10分钟。我看到你，我看到你过去，我们两个错车过去，我以为不是，结果真的是这辆车。我们就这一台。啊。看看，这车几拳？一拳、两拳、三拳。97000，97000公里。哎，这车几拳？看啊，一拳。一，说是13年的车。一拳、两拳、三拳。啊，坐上来看看，感受一下。我要去。这个抖的，你看，纯机械的，两驱、四驱、低速四驱、高速四驱。我去，这些，看，全是这种。我上来看一下这个里面。上来，上来。哎，它没有中门吗？没有中门。这款没有中门。哦，这个就像大 G 的感觉。2045是民用版，2046是军用版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各所谓的下单了那就。来，我们来上来看看啊。后边也上。1、2、3、4、5嘛。后边它是几座的呀？6座。5个座，7座，现在是5个座，现在是5个座拆了，这边有座，拆了，这边是他个人的车啊，采暖，加了一个采暖，然后上面还有个摩托车呢，哦，这有灯吧，应该可以开灯吧？啊，不行啊，他这个层高太矮了呀，我们想着看这个车啊，过来改床车，看好不好改，他这个车宽。1.3米啊，挺高。然后，反正这个座位好像是有点多了啊。7个座，有7个座位。哎，帅哥，这个车是7个座位是吧？7座。哎，7座我拆了两个，我捡了个车子，今天出去的时候刚拆的，随时可以装。啊。
那它就是必须七个。如果说我们改床车的话，两把插入锁，这个，两把插入锁。第四慢区那个小个的，第四快四的，对，里边两驱四驱切换。它这个，这摩托车非常酷啊。它这个车电动的，其实这个是电动的。改床之后先看一下，看看它这个。哦，这个是电动的。哎呀，下去把这个。咱们看看它这个车宽度够不够。这个宽度，对，我们应该上去试一下这个宽度，看睡起来可不可以。你应该带那三个座。三个座的啊，试一下。对对对。要改。哎，我试一下啊，我试一下看一下这个车的宽度够不够。如果说我们加一张床的话，但它后边如果说没有那个座位的话。刚高速上来。对，但是你放了枕头的话，你脚会稍微抵到前面这边来。哦，对，你又不可能放了枕头会短一点，抵到那个位置睡。放了枕头的话会矮一点。我这一项以为是，你也只能像现在那个床稍微斜这么一点，斜这么一丢丢。我们得想一下，如果说是这个七座版的话。我感觉不太好改床车，因为我们看到有三座版，有五座版，对，然后这个是七座版。三座的那个不是四驱。三座的不是四驱。不是四驱。我看新车有四驱，三座是有四驱。你这种七座的，你就只能把那个座位放倒。放倒一拼床车。哎。就是我们可以改座位。嗯，把它改成这种对对拼接的，对对对，因为现在验车不就是，主要就是这个安全带嘛，座位和安全带嘛，然后你有七个就行了。我们当时问的时候就没注意这个层高的问题，它现在这个是它这个是站不直的，是矮顶的，站不直，对不对？这种只能坐那种，就国外的那种 OneLife 的那种露营车。肉哥，躺得直吗？躺得直，勉强。勉强。要放枕头的话就顶了。那它是正好一米七五。我是一米七五的个儿嘛。哦。它是正好一米七五。那